小乖要卖汉堡，老板。我的他是谁？小乖，请问一个汉堡多少钱？你这里哪有汉堡？一块钱，不是一百。一百元太贵了，你开黑店。你这个汉堡要一百呢？那最便宜的是哪一种汉堡？那个。啊！怎么这个车子这样子开呀、啊？最喜欢吃哪一种汉堡？我吃肉的话就那个，爸爸我喜欢吃鸡腿跟薯条。鸡腿跟薯条。鸡腿跟薯条。最喜欢吃什么汉堡？鸡腿的是那个，鸡腿一块就好了。一块钱的鸡腿我不敢吃啊。一块钱的鸡腿。那有十块的吗？十块的。你这就两个。很便宜。哇，他们塞车，怎么都这样子开车啊？是谁这样开车？小乖，你怎么开那边啊？撞到了！啊！出车祸了！这样过山洞、哦、可以过山洞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哇，会发光。爸爸，那这个我拿，你们去玩车车。我建议你再盖一个超大轨道给他们玩。好。哦，因为他们不会盖。我们一起拆掉喽。这里啊，一拿这边的。对，你盖好了再给他们玩。这个盖轨道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你先盖好了再接上去。你要盖一个很长的给小乖看。啊，小乖又要听音乐了。哦，哦呦，这个断掉了。太吵啦！你们太吵了。